我最喜欢的运动是打篮球。我喜欢妈妈，因为妈妈会陪我写功课。我的名字叫依稀，我今年五岁，我读南海实验幼儿园周班。我最喜欢的运动是堆沙堡。我最喜欢妈妈，因为妈妈会陪我爬钢琴。我的名字叫依稀，我今年六岁，我读农夫国小一年。